有好感的总有一个吧。我在想什么呢？再藏不起来，陪你长大，只怕保管不了你给的童话。喂，嘉许哥，那个女的是谁？欠你什么了？你说。你爸爸把我妈妈害死了，你就是欠我的。你说你欠我什么？你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年轻，不过年纪骗不了人，你确实不年轻了。他不是我对象，他年纪很大的，他可以当我爸爸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兄弟，我要结婚了，我要结婚啦！来来来来，噜噜来来来，气死你们！哎，干嘛呢？都睡了没啊？我在这嗨半天，你不理我呀？没。怎么说？你还没睡呢？你怎么想我想的？忘了啊！哎，就别，你没事你就陪我聊会儿呗。哎，你知道我今天求婚了，你知道我怎么求的吗？我今天送他回家的时候，然后我跟他说我口渴了，然后你上后备箱给我拿瓶水呗，他就去后备箱拿水，他把后备箱一打开，里面全是玫瑰花，然后我就跑过去跟他说，我说，你愿意做我前妃的妻子吗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，那我不就成前妻了吗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可以啊。哎，不过你这要结婚了，我还挺伤心的。你不是天天说要陪我一起单身的吗？我那是随口一说安慰你的，你还当真啊？行了，恭喜你啊，兄弟。啊，你说我说了半天了，你呢？你不上次不是说你要去这个什么什么相亲吗？去了吗？什么相亲啊？怎么可能？那你有好感的呢？有好感的总有一个吧。哎，兄弟，我从你这沉默的几秒钟，我好像发现了那么一丝丝端倪。有情况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什么东？你说呀，说呀。你兴奋完了没？你赶紧睡觉吧，都结婚的人了。别呀，你跟我说谁？哎。